雷射好不好？雷射探测器吗？不是，我们需要探测器专家老青，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可以吗？听起来是我，没错，他是工具包第二个。玩完全不会玩，教我。哪呀？这个吗？有变心了，对，不是，像我手上拿的这把。DT 你有改语言吗？你有改语言吗？改语言，他都是英文，都是英文吗？好。他只有英文。OK OK， 我不怕看英文了，只是我说同语言会比较好沟通哎、欸。嗯。你拿了我好像就不能拿哎、欸。哦，是哦，那我赶快换。那个装备要怎么？哦，装备是要分的，是不是？对，有新的 booster。嗯，我有看到。那个 recovery 跟 protect。它有就是左边是它右边不是你打开之后右边会有它的状态，它的功用吗？嗯、然后它的效果。嗯，它的 effect 效果嘛，然后右边 condition 你必须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触发它的效果？ Oh, 对 ，bioscan 就是站点的时候才会触发。Oh, 然后目前有的就是站在 bioscan 或者是那个在靠近人啊，或者是生命值低于多少，或者是说在那个荧光棒附近，嗯，的时候才会触发。哦，对，那你要我带什么吗？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好了。我觉得刚那一场，我们先就没了吗？带四个水文，对，他有使用次数的限制。了解，那武器我直接装满。我泡泡枪。干老金，你真的是超帅，你他妈直接装满。可是怎么样，我一个都没装，我他妈撑到最后，操你妈的！我被巨人舔还有什么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我至少在我死前，我把我的机器放下去，好不好？直接乱放。等一下我要换一把枪，这把枪不好用。Double tap， 我都是 rifle 啊，白痴啊！武器有要换什么吗？还是武器的话，主要是工具啊，工具那一栏。对，泡泡枪还是什么那种之类的吗？嗯，我们放机枪好了。机枪好，我以前都是带机枪，也比较无脑。然后泡泡枪我可以不用。你带最后一把那个 First Entry 吗？那个 Mechatronic SGB 3那个吗？对。OK。那武器，我看你们好像都用不同的武器了。武器的话，你喜欢单发还是连发的？连发当然是比较好，可是连发的伤害会比较低啊，就是总共的伤害就是，对，我猜是不是那样？对，没错。对，我是蛮喜欢手枪的啦。手枪第一把杀伤力不错，那、如果你要连发就第二把，但伤害偏低。哦，那个看起来就是那种冲锋枪类的，对不对？对，然后你的散弹枪是那个单发式的哦，你可以拿第二把是连发式，或者是拿最下面。倒数四把，最下面那四把是专门对付巨人。哦、OK， 杀伤力比较大。Assault rifle, double tap rifle, DMR 是狙击枪。Special 你们有换什么吗？我看一下。Special 倒数第四把都可以，打巨人都可以。哦、你刚刚就是跟我说这一栏 OK。对。我有左轮手枪哎、欸。带两把手枪感觉很蠢。没事，弹药有限，你就跟我一起去近战吧。你就跟大超一起去近战吧。你不是也是近战吗？不，我要退休了。啊！我是狙击手，我要来打带跑了。下面四把哟，看一下。我是近战狙击手。Machine gun 感觉，我看一下 Machine gun。Machine gun 它要蓄力哦，就是它要预热，然后才可以发射。它就是机关枪。对啊，机枪啊 ，Machine gun， Machine gun kit。Hell gun。Machine gun kit。Just for love, OK。机关枪哦，他说 hybrid electro thermal light gas gun， over penetrating rounds， 那个什么穿刺弹，那个什么 Omnico EXP1。哦，对，我那一把会过热，干鸡巴！
欸，你看我的衣服。然后狙击枪，看你，然后上面有一个吃，一个什么好吃？吃哎、欸，我真的有看到吃，吃好吃，零食吃好吃。好，准备好了。好吃，你要按那个 lady。来来来来，哎、欸，房主，房主，房主，敲敲，房主别在上厕所。哎、欸，以前玩跑跑，那个妈的房主只要离开一下，或是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你们开始就会开始狂刷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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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房主压力很大，真的，房主压力很大。好，这个房主在，你先讲，没你讲好，我要讲没有用的话而已。我想听没营养的话，不然我要紧张。好，忘记我要讲什么了，你赶快讲啊！烦死！好，好吃，烦！我靠，你要讲什么啊？赶快啊，公变小王子！看错，看错，等一下，开手电筒。哎、欸，不是手电筒，开关，开关。军事近战，一通常不是都关着吗？你可以开啦。那个等下会停电。对，不是啊，就是快点 ，bio scan， 快，我怕。欸、那个 bio scan 的人没有东西啊。好，那我们可以收。老金说没有就是没有。对啊，说没有就没有。然后这个是 artifact， 那个这次新增的东西。Oh. 然后我们刚不是有三个 booster 吗？这个是 aggressive， 你可以拿起来。我拿吗？好。对，然后会跳一个东西，只要拿的时候要跟大家讲，我要拿咯、oh. 不然会被吓死。哦、oh. 好、oh. oh. ，resource locker。哎，外面有怪吼、哦，那个还敢开门、啊？哪个王八、啊？这干什么？我要拿。这里很多。哎、欸，好像在有点近，应该在这里。我拿到一个 C4 grenade， 那个就是 C4。C4。好，我先查一下我们的 cargo 在哪里，绝对难不了你。好像没怪，等一下，等一下，大超那边我还没看。哎、欸，地图是哪个键、啊？大超那里最危险，好吗 ？EXE 吗？都在隔壁房间。地图是哪个？都在这个门后面。不是 M。什么？地图。那个 tab。可以画机械的，对啊，都在门口。Resource box， 不要同时进好不好 ？Resource box here， 他在第二十区，对，在二十区。然后好亮哦，我没看到这么亮的地图。等一下会停电。了解。没错，当你以为这个世界对你很友善的时候，不、嗯，在想什么？Resource locker here。哦，没怪吧？没怪吧？没怪。看一下 ，Resource locker 滚轮吗？哎、欸，这是钥匙。滚轮，一是近战，二是主武器，三是副武器，四是特殊工具。三四，哦，四就是我的那个什么？对对对，那个炮塔、枪塔。对。然后五的话是那个照亮工具，或者是五是工具，六是那个小道具，像手雷啊、那种木胶杵啊。七的话是解码器，其实基本上可以不用拿出来，他会自己帮你拿。OK， 这边有补包。拿起来。啊，对不起，五是补包，对不起，五是补包。来了啦，来了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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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迷路了，等一下来那来了来那真的来了，来那迷路了，等一下来那来那回不到故乡了。Resource locker， 好像只有一个，一个好，烂包，谁身上没有包？我有工具，那个阿姐好拿了。找到电脑了吗？
那个 FOG 是什么啊？除雾器。对对对，丢出去，在有雾的地方丢出去，那个它会暂时清除那边的雾，大概几分钟这样。别，我有一把，我有一把钥匙。钥匙。二十区的。Book 那个骨头钥匙151。好，那你去插到那个我们刚电脑旁边这边。那个电脑这边，来来来来 ，Everybody follow me 啊！哦，这里这里。Get over here! Get over here! Get over here! 这是那种 Mortal Kombat。反正有两个。Get over here！ 我们刚刚是开了停电，这个。对。这个如果不开的话，我在想应该不会停电，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找 man。应该不会有怪冲出来吧？会吗？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所以我们要先这个。来来，这里这里。去十六区。不要拿，我们不要打。对对对，我们不要打太难。等一下哦，他搞不好有改哦。等一下。如果有怪的话，我就先架墙塔了。电脑在这里。等一下，我看一下，不会有怪，不会有怪。看一下那个门。门在哪里？对，看哦，不行耶，他一定要看我们开了之后才会跟我讲有没有怪，会站点的时候有没有怪，击败了。那还要加强塔，这还好。没有，这边不会有怪，等下开门的时候也许会有怪。冷静哦，是不要开门哦，哦，冷静、哦。门后面都很，还好，没有。这有二级，前面一只而已，但不知道是什么，要走。这边有那个按住左键，但是它要是移动的状况下，就是亮红色，就是代表说那只怪正在移动或是进战斗，你才可以拼得到。它是白色的话，就代表是小子，也有可能是巨人，但是一定不会是触手怪。按左键就可以拼，还要按左键再按住，按住，按住。哦，按住左键。对啊，等一下进战斗的时候，你会听到声音，你会听到那个就触发。不是这里，冷静，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我们开门会先触发战斗，你忘记了吗？那我先加强吧。对，我们现在守在这个房间里面，目前会来的方向就只有我们刚刚来的这个门，右边那个门。右边这个门哪个门？等一下。探探。六八六八六，是红色圈的那里吗？请看绿色，谢谢。不要乱圈好吗，大超？哦，我看到了。对对对对，对这边你可以放个机塔在这。对，叫我放哪里？再圈一次。机塔。来来来，这个门外面。门外面有过去吗？对对对。我破图了，哦，没事，我回来了。对，放哦。等等，你放机台要像这样，像我像我像这样，我刚讲，像我这样子。哦，横着放哦，这样，所以我放这边。对对对对，这样他们等一下破门的时候就会碰到。这样子。你要放前面一点，放近一点，放近一点，他会射不到。啊，再往前一点点就好。再往前一点，这样。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好，反正他们等一下破门的时候会先被你这台射。但我有手榴弹啊，我可以先封门。我封门哦。大超，你地雷要不要放里面？外面不要。泡泡手榴弹吗？对对对对。加油，你可以的。你要放里面。啊、不是，你要放我们里面，不要放外面，因为等一下。他不给我拿、可以啊。
你要用你的意志力去拿。哎哎呀哎呀我封门了，我封门了，不要打那个门。封门科技。好，等一下这个门我们要站点两次， wow. 就是会有四个圈圈一次，然后要再站两次四个圈圈。好、oh.。那老青，等一下一开，我们一开始站点之后，你就帮我们标怪在哪？按左键就好了。对，按住，按住，按住。好喽，我们来。来吧。来吧。进来，进来。Over here, over here！ 啊，跟着那条白线走会圈圈会出的比较快。对对，跟着他走。巨不特中刺。还有点哦，还有点哦，还有点。OK OK， 好了，小心标一下。没有啊，哦有了。我标不到。过门了，过门了。按住左键，你要按住。我帮我按的、啊，有有有有，你要面向他们，死光了。这个游戏会打到队友吗？会有有火力吗？会会会会有方伤害。哦，好好，那小心一点。你要记得收烧戒塔，好地雷。把救回来了。等下，我妈现在很紧张，好像全国又怎样了？反正停电是不是啊？不会吧？我问一下她。欸，大套这边还有个地雷。哦，真厉害！地雷专家，本身也是个地雷。干！我不会拼的、啊，不拼不拼。拼东西打个键啊，等我一次。你说那个吗？就比如像只有我能拼，不是、啊、你只有我能拼。中键滑鼠中键，中键的话，对吧？对。平常不能拼的，对。哦哟，这样子。啊，回来了。里面一只而已。好，那来关手电筒，开门喽。在外面关，哎，关了，关了。那个你可以看右边右那个武器栏，右边下面会有一颗小太阳，开小开手电筒会有是小太阳，关起来就是。来，我没有中五级才装的，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在刮小。等下，前面，下面。没，人都没有，但我要冲。有个洞，冰岛嘞，那边有个洞。哎、欸，前面有，前面跳这里，跳这里，跳这里。大超，你那边跟我们分开哦。欸、前面超好多只啊。这是冲突门，那个不要不要开。S225，啊，暂停，后面。下面还是上面？下面。上面也有了，看见我看见连体音了，不行，那连体音要四个人，那个是一二三四五四连在一起了。那我们先打，我先去楼上打。楼上比较散，然后我们背后的。你觉得楼上？对对对，楼上两只背对背，等一下他叫了，他叫了，等一下。好嘞，没有啊，楼上我只有看到一只。啊，那应该都在楼下。干，你知道怎么看一二？多太多只了吧？对啊，这边都连在一起，下面都连在一起。好的，我来。然后我 ，nice。哪里呀、啊？你那个方向。有一只。里面里面没下去。里面是两只哦，这个。欸 S240 看到大超楼下很多奖在一大堆都连在一起、我看到那边也有
旁边应该还有一个。有，是的。妈，你不要吵！我现在在听声音。妈，你去跟爸爸讲，你不要跟我讲，我听不见。我们的脚底板楼下是啥？好，你们脚底板看起来没东西了，不是空的吗？是应该是在那个隔间里面。对。啊、好，然后右边前面两个。那个 W345，大招打吧。好、啊。打。你们那个蓄力会直接按到满，然后放开，还是说不用放开，直接蓄满它就自己？一定要蓄满，然后蓄满的时候圈圈，你指到怪的身上圈圈，憋前面走到一只，然后。对哦，刚刚没听到。N45，速发。速发三。哦，全部出发！哎谁？我飙到吗？哦，我飙了，要安好久哦。后面对，原则。哎谁？我刚敲到那个，没了。还有还有，后面，后面还有，飙好，三只。OK， 碎。近战小神童，血量有显示吗？哦，有了95%。然后这边前面有两，房间隔壁房，隔壁房，哦，地下应该我感觉，小心不要摔哦，这边真的会摔哦。地下没有，还可以下去吗？不行。现在没有。哎、欸，这边有一个那个，我捡了，有一个那个 Warden Artifact。好嘞，我去取一下。Resource Locker。我们还有个东西，这要怎么办？好。子弹包，两包。Medic， 有没有人存血？大超，你给我过来，你怎么剩下30%？靠，刚刚被怪围殴是不是？拍谁拍谁？来，我来补你。我去拿那包子弹包。哇、哦！我差点掉下去。大超，你不要再跟我躲猫猫干。我刚走到这里的时候，我这个人踩在这一步，我就陷下去，我吓死。哦、这边有三个符包，在这个92的门旁边。嗯，工具包先补掉好了，你先补阿杰的工具包。我要拿出来，我要拿在手上。不用，老金来补一下阿杰。我是工具包吗？是。Resource locker。阿杰，要过来。别动！没了，带我拿吗？那为什么别莱纳？你是莱纳吗？那个我是莱纳啊，我莱纳是莱纳，莱纳一如往常。老青是红四字还是？对啊，我是老青是 Angela 啦，有跟那个 Angela 啦，然后我是莱纳，我怕你搞混，所以我就改成莱纳。然后大超是 S 开头的，我是原谅的颜色，绿色。我们现在要到哪一区？我怎么没有找到店？20区，我拍下。哎，停！回来，大招回来，那边摔。我拿。哪边还有怪？下面还有怪啊？我不知道怎么下去、欸。对。哦。下面应该是。下面没有。没有，看都在隔壁房间。但是会通往18区，另外一个门在哪？哦，有三个门呢，所以有三个门，我们要往20区。这里还那个敲打声音非常的。这边一个工具包，这是几个人用？两个人用的工具包。反正是工具包。然后这里是16A，这边一台电脑。电脑，老青你，
你想哦，这个门会走到第，你帮我查，你帮我按，你帮我按 Q， 然后 Tab 之后呢，搜寻 Key Purple Key， 然后底线 QRB， 然后底线293在哪里 ？No object found with ID Purple 293。What the？ 那你那你 list 呢？不对，那你 pin 呢 ？P-I-N-G 就是 P-I-N-G 要底线吗？不用，空白。pin 然后 pin purple 对对对。底线293是 pin。Not that this terminal only can locate item in the correct security zone。那怎么可能 ？Pink arrow, no item found. Then purple 293，应该是没有在这一区。我看看，我看看。干，好胖哦！拿个杯子在我。我啦，我啦，我啦，欸、我被占走了啦。我直接讲拿个杯子在我，回来。你没有打 key 呀、啊，老七，你没有打 key、啊。你没有说要打 key 呀、啊。我有说你要打 key。你没有说打 key 呀、啊。啊！我没有听到，我有包，对不起，对不起，他在18区。哦，好啦好啦好啦，16，反正也不是在这区啊。对，18区在哪？就是这没讲啊，18区在这里这个门。你怎么知道？那个蹦蹦蹦的冲，你看门上面、啊。我没有看到门、啊，而且这是17，对不起，我看错了。最最那个最 east 是哪里？干？东边的那个门，那个门，冲突门。哦、oh.。好，我跟你们说，你开了这个门之后呢，里面就有一群怪冲突、欸，所以这个叫做冲突门。不是不是要佛点，是他们会冲出来。这里这里站着那个那个门。对。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门外面先放防线，手点的防线。对，所以我把子弹都喊过。没有跳去不是啥，等一下。会。瞄到后面，后面有一个，等一下停停停，往左。往那个有一个立牌，重16A 的立牌。重十六 A。哎，不是，回来，我们这里刚刚那个。哎、欸，等下，哎、欸，你从后面下来。哎、欸，也可以的，可以，好像也可以，是吗？哦哦，看到了，看到了，到这边。哎、啊，不是，那边是绕比较大圈，只是在旁边有一个小楼梯，等一下。所以我要先把枪塔架这边吗？对，不是这样架，你要架的是往里面这里，往里面这样，这样你开头就射得到。像我这样，像你这样架我好，那我架这一侧。对，朝里面，你要朝里面射，你架的角度有差，对不对？对。这样子，然后再往里面。可以 ，perfect。啊，你剩下216啊，对，你是闪。哎、欸，有要补血，我放好了。大超要补血，我不要。你收起来，你把机枪收起来。等一下我们跑到定点之后再放。给你一包就好，剩下我自己用。你收得起来吗？妈，你不要放这好了，你的子弹比较少，你放后排一点。喂。断线了。喂。阿姐，你子弹比较少，你收起来好了。好。对。好，我们先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你们觉得哪边比较安全呢？地图上。哪边很安全？这边。不是，你有在听我讲话吗？我们开门就有一群怪会从门里面跑过来哦。你说这里很安全？我们看你讲话。太晕了。开门可以从哪里开？就要站在前面开吗？我一个人开就好了，我会开门。那我们站到，然后我们就跑，站到那个前面对面那边，他们跳不上来，会不会？他们跑得过来。不，他们可以跳上去吗？应该是说他们舔得到。哦，他们舔得到哦，对，他们的攻击范围蛮广的。哎、欸，他们会绕路哦。对，你如果人分散走的话，他们会前后。我靠，那还是要集中一个电子手。对，所以我们
让我想这里好了，可是很近哎、欸。这个口，对啊，感觉不好跑哎、欸。可是至少他们只有一条路上。还是有人站上面，有人站上面，有人站楼梯，有办法吗？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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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你们先都先站在这里，好不好？等一下你们站在这里。好，站这里。好，你们站在这里是啊，等一下不行的话就往这边跑，不要跳下去。好，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这样。好吧，我们就绕，我们就绕靠墙。等一下你们绕就靠左侧的墙壁这样绕，好不好？我要跟你一起站哎、欸。没有，我要开门。等一下说，你说靠绕绕。我要帮你们拼啊！我刚没听懂。等一下，等一下，这边这边，等一下，如果怪上来，我们就拉远距离嘛，就走这边走下来，靠左侧，跟着墙走，就往后跑就对了，然后往下。对，你就靠着这个这面墙，这面墙跑，因为会绕一圈，会绕一圈啊！但是不要一直跑，就是你跑到一地地，你往后看，然后打一下怪。我会跑打，我会跑打的。对对对对对。那老青，你可能要先跑，因为你要负责标怪。我要去前面啊！我们前面飙哎、欸！好，准备好了吗？我来了，我在你脸上。我先跑了。可以开手电筒。Oh my god！ 太多了吧！完蛋！打死那个火影上来！哎呦！还有一只，两只在里面，在下面，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哇，打草你就吃跳绳上，不然摔下去。子弹啊，他觉得枪，我的那个机关枪没子弹，啊，草也灌没了，都可以，都可以，我拿手枪。大超，你的子弹还有多少？42%跟15%。我说几发？70%跟8%。那应该还够。我是0发，我那个机枪刚刚全部打光。对，你要先换子弹哦。好，谢了。要先 reloading。哎、欸，我那个 ammo 可以自己用，其实我可以给自己用哦。我刚刚是不是应该？蛮行。一个弹药包可以回多少？15%到20%，不一定，哦、看你的枪。那我该用吗？你觉得？先不要，先留着，等一下大招肯定不要。哦。因为我刚刚是只开了五发而已，我的子弹很少，我子弹加起来不超过50发，50发。我刚刚只开了3枪，我的机枪现在只有40%，然后有29%。越门，这边没怪。喂、欸，等一下，没有，里面没怪。原来是地图可以看。谁敲门？不是我。哎、欸，不是我。哎、欸，门会爆了，爆没有？大超，你真的是不断的经验。我来雷的。好了好了，防守这边有门。这种啊。Update multi booster 哦，那个啦，插卡了。好，我们要继续往里面走。老金，这个门后面有怪吗？刚我们看到那个，嗯，没有。好，开门。怪啊，各位。哎，有了。等一下，让我想想看。好像是隔壁间呢、欸，哎、欸，这边有雾雾消除，雾雾消除器，在隔壁，隔壁比较，好，这边应该没事，菜又捡不起来，或是楼下，因为楼下是不是有路？好像可以去楼下，对不对？可是也没路，这样掉下去吗？没有，不要跳好了，不要。这个门后面有怪，首先是 S S 的方向有，哎、欸，可以另外在这，他说另外一样东西，他跟子弹包不重合，
花瓶。对对对，那对对对，那我开喽。冲击下，翻手电筒。好。然后，哦，那应该就是。哎、欸，有怪有怪。他这一只前面看到这只，后面还有四只。我触发干天，关门关门，大招关门。一只触发，一只触发，全部触发，全部触发。Don't waste your shots.大林呢？大林呢？还有还有一只这是下一区的怪了。他妈吓死！明明离那么远，他尸体喷过去还可以触发。我开了啦，我开了啦，冷静，我开了啦。这个是乌消除器，乌消除器对。哦，这个锁要敲烂，等下我给阿杰看一下。好像阿杰这边有个锁，阿杰这边有个锁，你要用敲的。哦哦，了解。你要聚满力敲爆。都会发出声音吗？对对对对。哎、欸，有古巴。哎、欸，那个那个大超，你过来过来。有医疗包跟包。我身上一包，我帮你补起来。没有大超，现在没包，他可以拿。OK OK。哦。啊，不是，我身上还开。子弹包跟那个包是不是只能选一个？子弹包跟那个。对。包是整形。大超的地雷，大超你地雷还有几发、啊？哦，四发。嗯，那我给你好了，给你一个，然后我自己一个。好、哦、，OK。地雷算是哪一个栏位啊？是那个雾消除器那个栏位吗？对对对对。雾消除器基本都不用。大超单独的地雷算一个，然后大超的地雷是工具包。哦，它是特殊的工具。大超不要吧？哎，工具包，不要补我，补你。是像机枪那种吗？那个烂。对对对。OK OK。就是工具包，因为大超一开始选的武器就是地雷，然后这边开头脸上就哦，在128这里。好，手电筒啊。然后。N68 有两只点在一起，在它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伞状排在一起的，所以那我包先起见，我先，但是你前面两只点在一起应该不会倒到远方的那一只。好，我们远方，我刚刚在这里，那些怪刚刚在这嘛，对不对？对，在我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在这边打。我打完这只，应该是倒过去，尸体被抓出去，尸体被抓到这里了，然后看杀手。因为后面那四只连得很近，所以一只触发应该都会全部触发。那这边的话就是一对一对这样子，一对一对，来吧。哦，打完一只，然后一对，打完一只一对这样子，连上一只。停停停停停，旁边右边右手边看到没有？看到看到看到。哦，这是打完吼，然后毕业那个通道往前是连两只连在一起。哎、欸，应该在转角吧？没有吗？没有，那应该是隔壁房间。那前面的话那一只嘛，哦，这一只憋这方向，左边还有两只连在一起。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了，小电脑。好，大超那边往前走应该是两。对。打。就只有这两。好，没了。那接下来就是隔壁房间。那我们先用电脑好了，这是第十八区嘛，对不对？没有，错了。十八 F。我拿到了。我要去放妞。好。我也要去一下。好嘞。我把我拿到钥匙了。哦，你拿钥匙 ，purple 吗 ？P 开头的。忘了、欸。左边、欸，左边应该会有。你的画面左边应该会有。对 ，purple 293。OK， 对。OK， 耶、yeah ！我有地雷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回去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我看到门就想要开、欸。你开一下，好。
他敢吓我，操他妈！I'll call their friends. Deep shit. 干你娘！还有一只哦。还在叫，还在叫。干嘛想吓我、啊？可恶，没有抢到。想结尾刀啊！所以好像就是回去的路了，好像。不是不是不是回去的路，不是不是不是。干什么干什么？前面有怪哦！看，我以为是，这不是，还是还好啊。前面都是一组连体音，然后其他都是散。好啊，那我们进去吧。好，又回来了。看有没有一只？左边有一只，我看到，它在叫。等一下，它在叫。好。咦，好大声。那个大超那边是连体音哦，我来了，有吗？那应该是楼上吧。等一下，不要！我你他，好，你打蹲，你打站着，我打蹲下 ，Go。没触发，前面还有，楼上好像还有一只，对，前面都没了。没了，上一只，一只嘛，对不对？对对对，在我旁边。吓死你！我说受伤啊！你是被打到，你是被打到地雷，拍谁拍谁？高腰。我拿了，我好坏啊！打超我从这边冲，我从后面冲，靠背。哎、欸，这边还有个地雷，我也有拿了。我捡猫，我是那个烟雾那个，我把它换掉。可以换。我是荧光棒。嗯，好，你很棒。荧光棒。我去收我的机枪。都忘记我把你放在这里。好，那我们应该可以回去原本的房间了。我们可以回到，最北边的那个房间。左边，这里。这里过不去，要过门。过门呢？为什么有开了？两只。哦，这已经触发了。还在下雨啊！还有一只哦，在左手边，在这个门后面。我不要啦。里面还有哦。关手电筒，然后不对，这是我们原本的那一区哎，又有怪了。哦，怎么长回来了？前面一只，远处一只，不会影响。好，在 W300。哪里？二楼。上面吗？对，红了是上面对。大方，你看。来。边我们这边往前走。哦，我看到了。恩石，恩，两只，不会影响的。哎呀！We'd be overrun in no time。相信我吗？好，回去。Shut up！ 又是冲突。来，往这个。楼梯下去了，下去了，对，下面，哎，有声没影，一，有声没影 ，A N 六十，啊，应该在楼，
近，这边在龙山。这个软壳没有。另外一边，那个软壳没事。前面两，看到住在一起。楼上，对，住在一起。不要跳，冷静！哎呦，楼下不要跳。可以走，不要跳，惊死干。出吧！杀了，没了。然后这应该隔壁房间吧？这个耳力很强。看一下就被你发现。然后就是、在亮哎。S 二二五，这个可以插房，那个可以插钥匙。好，那开吗？等一下，不要开，二二五还有怪是不是？对 ，S 二二五，二五还是二五？二五二。哎、欸，二四，旁边还有，耶、yeah! ，应该没了，有绕一圈，大超很生气，绕一下，讲哦，讲很凶，屁股充满了菜花，真的啊，你看，满满的都是尖锐，尖锐石油。嗯还有怪吗？为什么还有一只啊？我头顶上还有一只，是那个卵吗？有点太远。啊，我看到。好。是卵。有有有，没有，不是的，它站在门口。太边缘了。哦，没了。OK。我好像还有听到奇怪的声音。说 warning 什么的，是这个门吗？对不对？还是卵？刚要对、啊，这个可以直接开门，要站点、哦，就不用打怪了，可以直接站点。所以踩在一起，没错。是那个会全球保安 ？Get in！ 不是不是，这个就不用，这个只要站点就会开门。哦、蹲下，关手电，里面有怪的。一开始是，嗯，两只贴在一起。嗯，里面好像目前是还没有。Sleepers, don't wake them. 里面有，正面就有，正面两只，两只，哪里啊？看不到，我看到了，旁边房，一二三。然后前面一直一样，前面这样走过去。我家去。吼停，前面一直哦。然后。玩手电。哎，触发、欸，有那个触手。按住可以标，有标了。哎、欸，很近很近，退退退退退。对啊对啊，看不到他。对他被那个阻挡。他下面怪很多，要不要绕旁边？好，我们绕另外一边。对啊。这边有地方可以下去。没有没有没有有。这边是一个通道吧？这边是一个通道、嗯，所以一定要走中间。对啊，我先在这里放一个机枪了，等下不行你就往回跑。哦，要放吗？可是我现在看不到，哦，我现在看得到他哎、欸。没有没有，我放在这就好了。还是我放下。应该不会触发吧？我看到他触手长了。老师，你再标一次我看。好、啊。他，我看到他了，我要射吗？等一下、哦，我过去。好。他升喽，他升喽。告诉我，我与他的距离多近？就我没有，有点远。你要转过那个才看得到他。就趁他触手缩回去的时候，我这边是可以打到他，可是怪还没，楼下怪有点多。他是走怪我脸上了。哎、欸，他走去楼上。等一下哦。对他走过来，哎呀呀呀！没事，我没事。我看不见任何东西呢、欸。
带雾。荧光棒有没有？没有，他在那个楼上，那边有个阶梯。他下来了，他下来了，他要走那个楼梯了。你有看到他吗？我看到他，我看到他了。升了，升了。然后楼下是有怪的哦。哎，有一根柱子在我旁边。You。这好长哦。你要直接用敲的哦。哦，你要炸死他。触发，全部。靠，这样也会触发？走走走走走走走。抱歉，以前不会啊。我在守哪里啊？守下面。好，超多名人，对不起。对啊，楼下很。这一只，好，对不起，对不起，没了。看来是改过地雷，不能这样杀了。哎、欸，等一下哦，看，它是一怪在吗？还是？嗯？它是锤子一起敲不死吗？敲得死，但是要很准确命中它头部的后面。哦，敲歪了就没。前面不一定会死，对，而且要蓄满力。跟打巨人一样，那敲后的。是，打巨人的话要四个人蓄满力才可以。哦，不是，我是说晋级的巨人的巨人。啊，对，没错。没怪。没错。还有楼上哎、欸，还有三楼。我这里是三楼吗？是，没错。没有啊，都在隔壁。好的。Resource locker here.Found a resource locker here. Resource locker. 好啦，我拿，那个是那个假牙粘着剂。假牙粘哦，那个粘墙壁、粘门的那个吗？对，那是手榴弹，泡泡手榴弹。风，他把它做成风 grenade. Resource box. 好吧，假牙粘着剂。假牙，保利镜。假牙粘着剂也有，怎么有尸体？哎、欸，这边也有一个，快快快，这边也有一个假牙粘着剂，看看哦。老七呢？啊，不是大超啊，大超你拿。泡泡手榴弹。拿、啊、拿什么？泡泡手榴弹在楼下。我不会用哎、欸。那就普通手榴弹，你直接往怪很多怪的脸上砸，或是就好了。在哪里啊？在这里。哇，有点远了。你有看到吗？我不知道怎么过去，等我一下。哎、欸，等到。捡起来了，跳一跳，小虫，来来来来，我下去。哎、欸，这里。干，我忽然变好温柔啊，不习惯啊，我的角色。这看起来不像手榴弹。就找到一个那个捡起来了。应该没东西。还是电脑吗？不是，不是，没办法标就不是了。对，门在哪？门，我这边有一个门。哎、欸，这个不是门哦，这不是你吗？这个吗？哦，这个。某人。超多怪吗？安吉警报，要打，要踩点，然后要打。哦會先不要开哦，大超你冷静，先不要开哦，你开了我们就完了、哦。不要，好冷，冷静。要加枪塔吗？要，这个一定要加。哦、要加哪里？左边还是右边比较好守啊？这边上来有一个。这个是要踩点吗？对，就是要踩点。加这个进口怎么样？他们会从那个门冲出来的。可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条路。可是我们这边没办法架枪啊，这个地方。
不好射，看不到黑色。对对对，不然我们就放对面门口好了，我们就放我们来的那个入口，那边是一条。还是我们就分两边，子弹比较多人上去守。你守我吗？别吗？可是我不知道他们 AI 要怎么跑，如果他们集中往那边跑，怎么办？你敢摔啊？敢，大招啊！哦，这里可以下来哦！我靠，大蟑螂就从那边跳下去。我可是这尖尖的、欸，我也以为下不来，我就沿着那边走，然后就啊！我要怎么过去那里啊？为什么过去？大超，我要怎么去你那？完了，我迷路了。这边有个楼梯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过来，我跟老秦这里。走回刚楼上，那个楼梯走不过去啊，走过去吗？没有啊，走下去然后再绕一绕。哦，那你跟我一起摔吧。等一下，哦，这里哦，我看到 ，OK。大超，你不知道怎么办，那你就直接把你的手榴弹丢到这边，丢在这边这个地板，这个脚下。对，手榴弹就对。我也要架吗？枪塔。对，架后面一点。后面一点哦。往外射这样。那怪是从哪边来？不是从刚刚那个门来吗？不是，我们现在是要守点。哦。所以我跟你架同一个点吗？这边吗？然后朝对，朝向跟开的门，要走过去啊，这样可以吗？老七，你不是说很简单来？你刚走那边，下到第一层，再下，再下，好，对，怪我，对，怪我，对。然后这边有一个超级大的那个东西挡住。Oh.好 ，OK。准备好了吗？好了。大超，我要先来补你，不要动。别啊！不要动！你补老高，哎、欸、不是，你补老高。谁？老高。你补杰哥啊！干，补他小。我七十八。好了，我补好了，我还补两包，好爽。好不爽啊！哦，子弹大家都还够 ，OK OK。我的机枪还只剩28%，要不要我自己补一下？好，你补。等一下你拿手上拿的是子弹包，那不会补到机枪。啊？你要蓝色的那一把。对，你要拿 tool 才可以补。哦，不是啊，我指的是那个，我指的是那个重武器那把，不是说。但是你的。我说我们新干那一把。不是说 Sentry， 没关系，你等下用手枪就好了。真的吗？好。对，得平均。我大概平均让它减少。没错。好吧，我们来站点吧。哎、欸，等下大超，你的那个手榴弹丢了嗎。他弹药是一次补全部的，全部武器是不是。对。他会补主要跟辅助。哦、了解。对，丢在这个门这里。按住，然后往地上丢。欸、我有那个感觉，不是你有没有掉过手榴弹啊？你这是我拉的，我不是丢下去了吗？我那个，但正常的手榴弹应该会像这样，应该会这么多弹，你怎么？你怎么一口？算了，我那个地雷要不要放这边啊？不用，没关系，地雷那边有了，我们开始吧。我手榴弹是长这样。对啊，你的手榴弹都长这样。你的是偷工减料的，因为中国做的，你是大陆做的，我买到黑心狗了，真的，没错，黑心手的，拿一手，快点、啊，跟着点走，好笑哎、欸，小心准备标，要去的。下面还有点，下面还有
像那个。打野点一次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坚持力。OK OK。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小心再飙一次怪。我要去前面飙了，不要阻止我。又一只哎。没事，第二波来了。二楼还有，二楼还有。好，可以了，可以了，去守点吧。怪怎么还没来？好像是大的哎、欸。我干！干！差点被那个。我刚看到一堆怪，我在那边用跳的闪那个机枪。看，我想说只剩下两只，然后我就冲上去，然后我就没有一大堆。舔到看，你看我们团队的血量平均只有多少？50。你看老七就有86，大家刚在最前面，但是他有86发血。靠！那怎么办到的？连怪都不能杀，杀他！我刚有点那个。哦，真的。突然很那个，开门。OK， 后面有怪，后面有怪，后面有怪。我那种，哇塞！地雷，你要不要回收一下？地雷大师，都炸光吗？下楼梯有。大师，你忘记你的地雷没收？好，我炸光了。前面是不是还有个地雷？哎、欸，不是，弄错了。等一下，阿杰，你可以先补自己一包。哦哦，我没有，我没有，哦，子弹的话没问题。对对对对对。按什么键？拿着那个包按住一，对，那你还会有一包，你要不要等一下你用手枪之后再补，或是直接去补老金？我要补老金好了，老金嘞？哎、欸，有怪哦，有怪，好拍谁？我不知道有。老金要不要？没触发，前面还有一只哦，前面那边有看到，在那个玻璃。我看到，我看到。有下面这样。那老青，你先给阿杰补一包。我先补阿杰，还是阿杰？是我阿杰补。好，我帮你。然后那刚刚那边还有我拿一个。有有有。刚刚那个箱子里面还有一个包补包，阿杰可以拿。好，我去捡。我现在没包了。这边有两包补包。好。那一个补包也是补15到20%吗？20%，20%、okay。那有人缺补吗？我现在66，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给大招。给大招。哪里？这上面。给大招，不要给20%。大招下面有一只楼梯。出发，碎，碎。可恶，我围不到。楼上应该还有我这边的，就你们前面。我的，没了，干，信卡，没怪，有没有箱子？这要敲开了吗？不用，啊，完了，按错了，没事，这里是20，捡东西喽。哦，我们拿到 cargo 了，我们拿到超多 cargo 了，怎样？这边还有东西。对，大超补血。工具包可以补那个给阿姐。我们要结束，我不敢相信。真的假的？快结束！
他好像跳一堆讯息耶。对，快，我们要拿这个 cargo 回去。我们要回到15区。哎、欸，等一下怎么下去？哦，我们的任务是要应该会这里应该会有怪哦、喔，应该会有怪哦、喔。这个音战斗音乐，谁要工具包？工具包阿杰。然后有没有人有补血？补我一下，现在我一包。我有一包可以回去。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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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我补别人。好，走走走，能够吗？有怪。没有啊，哎、欸、有一只有一只，等一下，在哪里？不要了，风来了。哎、欸，后面。快快快，我们要赶快回去了。帮我打，帮我打，我不能打，我拿的东西，我拿的东西，前面还有一只。左边，你后面，你有大招，你后面。打死了。哎，还有。看到，在你旁边。哎呦哎呦，干你的！我都看不到。我那个在那个喽，前面是没有触发的、欸，没有没有，那隔壁房间。慢慢走吧。没有没有了没有了。等下。没有了。还有后面有后面，还有两冒出来。还有一只。好，我走错路了，对不起，我们回去。回去有人有拿吗？有人有拿那个？拿了，我拿了，我拿着。你们要走在我前面，前面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哎，下面有一只来了。下面。干、欸、你们谁拿好不好？你们谁拿着我来带路好不好？老金，下面很多，下面很多，我们好大，下面很多，我难以置信的。走哪里呀、啊？救命！我拿着，干！我要拿着球打、啊。他靠！我死了。救救我、啊！我救我、啊！我要死！我要死！啊！我也打我飘一下。这边要一直跑的，哎、欸！老七不见，老七不见，老七！耶！嘿！不要管他们，不要管他们。对对，事出突然，我不知道他就在那里，我就拿起来了。啊，所以那个 artifact 可以带回家，还是可以带回家？可以可以。就是要拿它去带回家。失败了还可以带回家。对对对。可是它没有出现在我那个里面，出现在那个 boost。哦，它是其他两种的。它有三种，对。可是我看不到它们。好笑。不是。你知道，当我拿着一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射，我要指挥，我要迷路，我成为迷路的人。你们让我带头了，然后我还不能打，你知道我超慌张吗？我也很慌。完了！我不知道我该飙还是拿枪出来打。真的，我刚直接朝大少屁股射一枪，绝对不是我发的，不是我，好吗？不是我。我给扣了，是因为你啊。不是，我有点慌张了。我靠，为什么长得那么丑？哦，原来是大超。长得是长得特别丑。拍谁？干好难哦！你们要玩 A one 吗 ？A one 比较友善的感觉。没什么那个啊，就是最后没有那个搞清楚要干嘛而已，大概。对，我也是搞不清楚到底要干嘛。对啊，对啊。他直接我们走到十五区，然后前面我们太远了，前面我们都没有出什么。十五区就一开始的地方。对啊。可是我看不到那些 booster， 刚刚带回来的 booster 都看不到，或什么。嗯。怎么了，大嫂？拿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待会换一个人拿就好了。要不我拿，我比较菜，我拿。要打架的时候还是可以丢下来继续打吧，对不对？可以可以，按住一放下来。嗯，
但是主要是要一直冲，不然像刚刚我们刚前面卡太久了 okay, 后面都是拐。我不知道要不要我拿，我如果不知道路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知道路了。我要拿 booster， 我不受不了了。我看不到刚刚的 booster，我一个都没看到。没有，那个我们收集完之后是全队有几率会拿到。哦、，OK， 有几率哦。哦，对，不一定说你拿到20个就会拿到20个这样。哦，靠，了解。我要带了，大超你也要带吗？我好像只多了一个 muted 而已。带什么？那个啊 ，booster。干嘛的？就是。装备最上面那三个。哦、oh, ，好，因为我有太多个，我想用看，到底影响有多大？我就直接带爆。没错。为什么老是有那么多个、啊？给你选的。干你娘带爆！我一个都没赢。啊，没有，我有几个，只是看起来都不怎么样的。Grow Stick Power， 干老弟！为什么我那么多？我带、欸。我不知道。我就带光光 ，REGEN 是什么意思啊 ？Regen 就是回复的意思 ，regeneration 嘛，对，恢复。哦、，regen 是会自动回血吗？我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cap 是什么意思？哪有 cap？ 我看那个 cap 什么意思 ？cap 吗？还是什么 ？cap 哪里看到的？哪里看到的 ？regeneration cap is rise、yeah. 什么的？就是你回 cap 应该是指那个 maximum 的意思吧，就是那个什么最大值吧，我猜。哦。你在哪里看到了？补那个 booster 吗？还是？对，第二个，这是 bow 的那个。我要去到长岛冰茶。好嘞。哦、capacity 就是那个容量的意思啦，这个应该是我猜。哦，所以我最大生命值会比较高一点。对 ，regen。Cap 应该是 capacity 了，对。嗯，大超，你的那个是在荧光棒附近的时候，你主要武器的伤害会增加15%。嗯。然后那个你可以用两场。哦，那个会有副作用啊，那个爆的，那个回血的速度会减13%、欸。对，这是我低于20%的时候，回血速度减少13%。那我是不是该带个什么比较好？我不要低于就好了，没错，我不要低于就好了。带个好的，既然大家都带了，我不带感觉有点不够意思。没错，这次一定过。那个近战武器有差吗？不同的近战武器，还是只是造型而已？嗯，造型还有手感。手感？我觉得手感都差不多了，干管跟干年观感会不一样。应该不是。我在一句话，我讲了4个字，没有一个字是对的。语无伦次了，干好笑。哎、欸，毕业你没有按？哦，还是你在准备？那个老金军倒茶。哦，那没关系，慢来，我不知道。然后，我也觉得很强。哎、欸，可以了，你们可以开始。还行，比我之前玩的好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队友一直出发的，可能你们比较小心玩。对啊，我是跟我美国朋友玩的时候，他们疯狂出发的。因为主要是没有人会想要打那么久啊。哦，对啊，没有耐心。我一场可以打两场，跟世纪帝国一样。可以打两个小时。哇，你们买这个游戏就可以玩这么久。我们比较灰啦。抱歉，还没有赢过任何一场。你看。来，先跟各位科普一下。那个阿姐现在玩的是 Vision 那个主角，她的个性是非常的不信任整个团队。
他，真的。没错。他只是个角色，还有那个故事。对，他是哪国的？我看看。他没有讲，反正他主要是想要把任务完整就对了。哦、然后呢，大超那个角色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美国人，但是实际上大超来摔一下没有了。我说啊 ，shit！ 我上次听他骂超大声，对不对？对他骂脏话是最大声的。对，然后我这次就是强强仔，我这次超强。嗯。然后老金就是 Irish， pretty， 经典的爱尔兰人，然后很喜欢开玩笑，但是会很忠诚，就是。没错啦，我就是忠诚的男人。哎、欸，那个说要那个超大手电筒的，来了来了来了，喂喂喂，没有没有没有，我带喂喂喂喂 ，I'm coming I'm coming 啊！我要啊，在哪？在我手上。哎、欸，一包蛋包。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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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忧郁了，他害怕新朋友，害怕新朋友。阿德不能说这个电脑有什么用？人设介绍哪个电脑？我在玩电脑。老师，有你喜欢的荧光棒。看看哦，哦，这个电脑呢，你可以打指令。嗯。Q， 你按 Q， 然后 Tab 就会跑出一个搜寻。的指令，然后呢，你后面就可以打说，假如说你想找 key， 然后你就后面打个 key， 然后 enter， 它就会找出有没有 key 这样。然后 list 的话是把所有东西 list 出来，然后你也可以搜寻指定的钥匙啊、电池啊、物资啊、门这样。如果有，它就说有，是不是之类的？对，它就会跑出来。然后这一台。的话，我们你帮我查那个，干我不会念这个字 ，H I S E C， High Sec 哦，是什么？那个高安全吗？高安吗？对对对，然后底线，然后再打 cargo 底线991有吗？991，我有点忘记指令是这样。他说这不是一个指令，我前面有 root， 这个要去掉吗？要怎么去？要不让我去 ？Delete 啊，不是 ，root 是指令输入，对，那是指令输入，那正常。哦、okay. 那不然你打，你不要打991，你按上，然后把991删掉，991跟底线删掉。所以就 high sec cargo 这样。对对对，看可不可以查的。high sec cargo。high sec cargo is not， 它不是一个认证的。Fuck you！ 我用电脑，对不起。大小写有差吗？应该没有吧。他没有，他都大写。没有，好像都大写了。我真的不会用哎、欸，如果祥龙在就好了。可以查查看啊，要不要？是啊，是啊。还有 GTFO Terminal Command 做菜。好，经过来了。哦，好多指令可以打哟。对。我查你那个 High Sea Cargo 好了。啊！我的啊！我的手电筒不见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见了？啊！我不要！我才不要把手电筒让给大嫂。我的。好啦，大嫂给你。好，你再拿。哦，还有 ammo 什么的 ，OK。可是他也不会告诉你在哪里吧，对不对 ？Q 的话是搜寻他的名字，然后 list 是标出这个东西有多少个。嗯 ，Q 你是说 query 吗？那个指令吗？
对，然后 ping 的话 ，ping 是把它的点 ping 出来，但是这一台电脑的区域网路只能 ping 到它这一区。假如说我们现在在 15B，、嗯、它只能 ping 到 15ABCDE 这几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它只会标出15区的东西。嗯哼 ，ping 只能这样啊，但是 Q 跟 list 就是可以搜寻，可以找整个区域的吗？对 ，OK。好欸，我们有工程师了。哦、啊，我们有工程师了。我们刚开始认识要怎么搞那个电脑。Mid the pack。我们要去哪兒？我忘了，老师，我们刚，我们，待会再喝东西。等一下我瞬间失忆了，等一下我们要干嘛？我在享受这个场景，我拿到钥匙啦！你把地雷换成手电筒，你疯啦！好用多了。哎、欸，我拿到那个骷髅头钥匙啊，我们要去骷髅了。好 ，OK。哎、欸，这边有一个钥匙可以找吗？金器之类的。可以。对。找不到梳子嘞，梳子这里。我没有路了、啊。这边有那个，阿杰这边有地雷，那可以给你。哦，好，来。路，那个路，谁把我关起来了 ？On me, got a bio scan. 没礼貌，欢迎光临。请问要点些什么？想关谁？对，那个绿色的点。快快点到了。下面有那个，那雾消毒机。OK。那我们这一次要解，我们要解哪一个？啊，可以选不同的解。可以啊。等一下，我再看一次那个门在哪里，靠背那个警报门在哪里？对不起，我思绪终于清晰了。我们要先去看那两个警报门通去哪里，看那个门上面的数字。这个 threat level 是 extreme 的。我们要走到那边。极限的，听起来好危险。这个门通到，这个应该是 extreme， 对，就是 extreme， 那没有关系。嗯。那个开了之后会大停电，就跟上一场一样哎、欸。所以我们要开的是普通的那个。到底停电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停电什么关系？就是它，如果我们踩这个 extreme 的点的话，它会要我们进去把。电源重新启动，然后重新启动之后呢，他就会说失败，然后我们电全部都没了。靠对，全部哦，失败啊，这是已经那个全部哦。所以这个就是高难度，超暗的情况下还有雾，然后你最后一关还要护送，干，靠，要命哦。所以我们要踩哪一个？踩这个吗？踩这个普通的就好，派好像安全一点。没错，这就是任务主线。钥匙。我们那区是 H， 那个算住宅，是被改成那个。要干嘛？这要那个安全。这是警报门，要手点，要踩那个，一开就会踩两次，对，要踩圈圈。要来布阵哦。啊，要布阵哦。对对对。那枪塔、啊。Yep。怎么放比较好啊？他从这个门出来。大冲，对，没有，他从这边，他会从我现在这个门。你在哦，看到你了。我外面已经先放机枪了。那我放这里，放门口这里。对，大超，你要放地雷吗？好、啊。会不会太制式化、啊？还是我们就随心所欲的玩？不会，怕也会无聊。考战术也是一个那个嘛，我也不知道。老青快睡着了。真的吗？
没有啦，我就没试错，靠北哦，我真的没试错。我错了，我应该让老青拿着那个东西，老青会不？我至少还记得钥匙在自己身上。老强，太认真了。后面哦，后面。破进来，破进来，进来。好的，到这个。是的，没了。我们现在35%的那个机枪 ，yes， 我的那个枪塔剩56%，我就射了一发狙击枪，我也射几发那个手枪而已，还好。阿杰手电筒，哦，还是你刚才跟我玩，后面来哦，W 一只。还有啊，射！还有，后面还有三只，后面还有。哎、欸、！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哎、欸，好爽啊！只有我100%，好爽。我有95%，还可以。还有怪吗，老金？我要拿了。隔壁房间。我在寻的啦，不要催我。对不起。我已经开始奔跑了。一直在催我。有找到电脑可以拼一下。哦，你要拼什么？拼一下那个 cargo 的位置。它就叫 cargo 吗？等下是第几区？看，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第几区。这里有可以使用单数的补包。我还没有补包的样子。啊，你去拿。我子弹包，子弹包我一包。我有工具包。我拿了补包，谁要补啊？大超、老金哦，还好，老金可能一包。我不用。那我问一下我爸干嘛？这里一包使用两次的东西，使用两次的这个，看你们那个工具箱可以用。有人要补工具吗？我这个工具剩等一下66%，要吗？等一下，看一下。大超要补，还有可以看别人的状态。我要大超了。B A 你的枪塔怎么快啊 ？B A 你的枪塔怎么快？他去找大海。哦。有个箱子。哎、欸。这个要怎么开啊？蓝色的，蓝色 OK。对，蓝色的。错的话会叫。错的话会发出声音，是不是？会喂。好的，我来了。弹药包，这边有个弹药包。
我这边有一瓶的，没有全弹药。弹药是两次的，对不对？对。哎呦，我找到电脑了。OK, good. Ping, ping cargo 嘛，对不对？不行不行，这是第16区，它是第15，所以我们哪一个门是通往第15区的？哪一个门？看一下门上。今天这边有弹药吧？弹药。两次使用，你要不要先？我看哦，你们老青、大超，我的弹药其实都算多。老青，你的子弹比较少嘛？老青跟大超的弹药应该比较少。可是我是哪一盘的？我给你一包好了，老青。不用不用，我自己有。哦，你自己有。那大超，我给你一包子弹包。别，我帮你回那个工具要不要？你工具只剩22。好啊。阿杰，你的第二把手枪剩几发子弹？是的，我帮你看一下。17+6，23发，23发，44发啦，23发。给你一包。好。我就帮你回那个，是你吗？对。好。OK。Thank you。还有东西可以，还有包可以捡吗？我现在是空手的。我现在捡了一单包工具包。OK OK， 你有图。还有东西可以捡的话，叫我一下，我这边是工具。好嘞。好，哎，小猫，我是被吓到，干，小猫也在睡觉，没有，小猫他应该重新登录，这到第十七区，哪一个门到第十五区？哪一个门？我要进去了，那个门吗？不是啊，是到20区啊，什么鬼啊？欸，不对，他是哦哦哦，白痴，我会错意了，他是要我们拿回到第十五区啊，靠腰。Apparently need a green key card here. Do we have that? 绿色的钥匙卡。没有骷髅卡吗 ？Green key 就是哦，不对，哪一个门需要钥匙啊？这个门他说需要 green key card 吗？他刚刚是说这个门对不对 ？Green key 55。对对对，55。对啊 okay, ，Key Green 55。哎，这可以用电脑找吗 ？Key Green 55。这可以用找。好认真的。对啊，我们在玩那个。小峰，我需要你的搜。我电脑支持无法，我不会用电脑，我不会用电脑，我这之前不是都你在用吗？没有吧，之前都你教我。你有找到吗？别吵了，我最不会用。等一下哦，我的画面被塞满了。那个 Q 的搜寻呢、啊，是要打全名吗？你按一下 Q， 然后它是个 title 嘛，然后按 tab 的话，如果是有相关的事情就会跑出一些。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假设它是 crowded， 比如说是要找搜寻嘛 ，search 的话就 S 开头嘛，对不对？然后 S。对，比如啦，这个我假设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词。然后没有没有，我指的是，我今天要找 cargo 这个物品在哪一区，我要用哪一个指令去找？我想一下。好嘞。pin 是要在一整个大区才找得到，然后 QU, 还是 list 哪一区是吗？好像是 list。哦，好，我会了，我想起来了，在20区。20区哦，我终于找到了，谢翔峰。不知道为什么你来，我就想到了。然后要拼的话，你必须要在那个区域的附近的电脑才能拼。嗯，所以20区是哪一个门啊？干，我又迷路了。十八，哎 ，Key Green 55在18区，还是？
十八区了，所以我们要先到十八区，因为那个钥匙是通往二十区，我们要先找到钥匙。所以十八是还好，不是冲突。八在这儿，干也是冲突。Out of range， 哦，不在这个区域。跟刚刚一样哎，那个地图。好像没改。对，那我就放你，因为之前是会重置，是会变的。这个门开了就会有怪跑出来，它会从里面跑出来，所以我们要架着。然后架枪塔，放枪塔。好嘞。记得又会有冲突的。请问大招是怎么卡在这？哎、欸，我也要哎、欸。哦。哎、欸。谁、哦、啊？没事，你跑，你怎么上去的？对呀，我们。你怎么上去的？啊哦。为什么我蹲下就会掉下来？它应该是在很边边吧。哎、欸，真的，蹲下就掉下来。对啊。这个救命！啊 ，Help！ Help me！ 好了，我要开哦，要不要放地雷？地雷，我有地雷吗？哎、欸，我有地雷，好，放一下好了。这有一颗。怪物从哪出来？那个门里面，门里面，想想要看我们玩吗？在放放门口。好。还是想说你要玩？老七呢？要离开是不是？老七呢？老七动不了。老七如果离开，我就要去玩 Monster Hunter， 我怕。要飞。没有吉祥物的 Get the fuck out， 我怕。你就是吉祥。我来这边飙吼，欸嘿，我就是敢死，对。I've seen this place before. I am the. 我就直接在门口那样飙。好 ，open。好了。Oh my god! Oh my god! Cindy. 再飙一次，老师。比较大只黑黑的那个是冲突怪，他会冲过冲到你脸上，然后啪啪啪啪啪啪放 K 你。哦、oh, ，那个大概一下就会死了。Oh, 对，两下，因为他攻击 不会只打一下，他会两三下两三下，然后你就會倒了。欧拉欧拉欧拉，对他真的是欧拉欧拉。还有攻。这次怪比较多。错了，对。对，我记得那一次很快就结束了，刚刚打比较久一点。那个冲突门的 bug 有修，就是我们如果假设到另外一个地方关门的话，那些怪就会停止作用。没有没有，我们还没有测试，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关门的。哦，有要补工具吗？我现在，哎，阿杰刚从四十六大招那边干什么？我需要，我现在要打爬。原来就是你 GBA 吧。大超有一包补包，跌在哪？哎，变的，亮的颜色。你要一包就好了吗？你要两包？对，一包，然后大超也要一包，他现在13%，他应该剩下两个。一个，我容易血量。大超，大超红色。老金要补血，我帮你补血，要不要？为什么我飙不到大招？那刚卡在墙壁有吗？我帮你补吧。给，你知道、哦、我老板赖我。哦，哎，老板都赖，烦呢。老板就又要叫你工作了是不是？他工作，他现在是要怎样开会？叫他 shut the fuck up。我们在 get the fuck out， 叫他 shut the fuck up，
Shut the hell up. 双关欸。好玩。你是说你在睡觉比较好？对啊。我真的睡，睡得挺好的。哦，问你在干嘛？哦、就说，你说我要睡到2020，然后我再把你开除。回到未来，主管，电脑一直怪。充电要关吗？你都看得到，是超亮，很赞。原因点二楼，哎、欸，应该是这个图。哎、欸，没有，那就是。没怪。停，前面。我看到了，前面一只而已，然后这个楼梯转角，在干什么东西？没了。好哎、欸。没了吗？对。没了。啊，刚那个门给太多怪了，他对。啊，那个门开了会有。哎，这又是十八区。哎，这边有怪、啊。对啊，你开那个门会的。要看你偷钥匙哦。然后前面一只猫。前面就十八区了，快要到钥匙的地方了。哎，就一次而已啊，中立的。靠腰，然后等下看到巨人。这个门后面也是的。再远一点。十八区了，那用电脑就可以找到钥匙，还是我没去找到钥匙？嗯，前面两个钥匙，钥匙在十八区啊，刚刚找到了。那个没有，就是不一定，十八有 A B C D E。对对对，可是至少在区域就可以用 ping 的吧？对，可是电脑不在这个区域里。有啊，都在这边，找到电脑了。啊干，好，你好厉害。在那个大超前面。看你怎么没有吓到？没有，没了。你已经被我练起来了，干你好猛、哦！你就打 pin， 然后那个什么 green 那个 key green 五十五。嗯，哦有，哦就在这边。哦找到，可以回去。Everybody back。哎，可是这边这个门后面很少。那好，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物资。好像只有三。等一下我先。前面一打开都是巨人，前面多喜欢巨人啊！妈干这种，右边，左边还右边？没有，这边前面，我也分不清楚左边还右边。我来，好没了，前面没有啊。就是绕回来了，没有。Glow stick 那个荧光棒，这边都没，连这里也没。对啊，真的在那区太多怪了。我们是快充灯吗？没有，我们还要拿东西走回去。这只是三分之一，手点是三分之二，然后走回去是三分之三，好吧？什么声音啊？哦，开门的声音。咦，吓我一跳。Magic。弹药包，我们有四弹药包。哎、欸，老七，你可以拿包，对不对？对啊。别骗了，我来了。快骗死他！快出！只有我才能骗死他。我只有我才能骗死。这是一个危险区。好，我们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到原最初的起点。回到最初的起点。喂，有怪哦，停电了。哎，对，有怪哦。停电了，这突然出怪哦。忘了，拿到钥匙就会死。耶，前面一只哦，前面一只。
安妮们如果要走右边的右边，我们如果走爹这边绕一圈，应该是这边没有。N 一在楼梯这里，下面不知道下面还是上面。哦，那应该是。这边那个绕一圈回去有两还有两，谢咯。你看，我把我背后交给你。二楼，你根本不知道我在你背后吧？不要吵，我感受到你的脚步声了。二楼有两，那边两。啊，没敲到。我给我一通打。对面有两只，对面两只好像冲过来了。有哎、欸，有啊，太丢脸了！到底是谁触发的？哪个白痴？是我。没了，绕一圈。还有没有？我们要。这好像是我最近。Green Key 是在那个北边那个门。北边。北在哪里？二八。嗯。我们要是北北。啊？什么暗？冲突！砰砰砰 ！Shift four 暗。对呀、啊。哦，他是讲这的这个意思哦。这个门后面没关。这可以直接开，站点就好了，没事没事。Miles can get in。它门上面如果有红字的话，就代表说这个一定会触发怪。这个不是，这个门不是刚刚在蹦蹦蹦吗？还是不是这个门？没有没有，是另外一边的那个。哦，没怪，没怪，没怪。确定哦，没有触手哦。有人用超大型手电筒在乱跳、哦。好，有怪，有怪，有怪，有触手。不是刚刚有触手怪的地方吗？我们刚刚来过，上一把来过。告了你这个超大型手电筒。在旁边而已，在那个，老先狙死他。这边，有点多过，就，像这个，来，应该在楼下。有那个 glow stick 那个荧光棒，应该在楼下。哦，我看到他了，要狙吗、啊？有人，哦，是他，是他在走、OK。要狙是不是？憋在你的旁边哦。哦，你不要吓我、啊！对，要狙就对了。那我等下走过来。好啦好啦，那你们先放炮塔，不要放炮塔。哦、好。给我回来放炮塔，我这边怪很多。来那个莱纳。我要捍卫战士，要负起责任，好不好？来，好啊、你帮我帮我标，帮我标，我要。冲过去揍他，帮我标。我们来。等一下我按到那个了。没有，你帮我标，你帮我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负起身为战士的责任。好了，我直接狙死他好了，拜拜。我来，啊，我按到了。老弟，搞他！他里面有什么狙击器？我搞错了。哦有。没有，主要是不好打。后面后面也有怪，后面好像也有怪。哦，我没看，我刚刚炸死一头怪啊，好爽！我来了，再飙一次，我去前面飙。后面，后面，后面，我说后面，后面啊！我去前面飙。哦，巨人堆，巨人岛，那是后面一大堆。至少我省了一发狙击枪。还有怪，还有怪，还有那个 GA， 小心飙一下。我要飙前面还是后面？我怎么知道？我这边没有啊，没出。你是准飙巨人吧？没出啊。好，我冲过巨人吧。我把姜塔出去了。声音还在啊。好。
没有啊，我已经冲到这个里面的底了，没有哎、欸。Make your shots count。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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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他那只而已。哦。我慌张哎、欸。看，你慌张，我也慌张。我就说我来，你不相信我。哦，我的 sniper 搞错了。这里有 girl stick， 小心。我有啦，我有发现。我有十 egg， 我有一包子弹包。如果你各位有需要的话，这是第几包？我武器都是42包。我有4包啦。4包，那可以帮我补一下。弹哦，可以啊。弹没有，一支应该就好了。我有两个医疗包，谢了。我有4个医疗包，大超补血，哦，去了，哦，好笑，我们刚刚超慌张的，我只能切错枪，好了，我们要守点了。突然射出去是3发死的，就觉得不妙。Resource locker。你还在觉得不妙？是真的不妙啊！我就是卖了那个莱纳，真的。莱纳很慌张，莱纳想说：“看你真的是冒险。”莱纳站最前面。我一想说我来敲，敢我才不让你敲嘞！我不会。我不会把你的背后，好不好？哦。干。我会把你的背后清洗干净。干掉。你要怎么讲？我帮你刷背。我帮你刷背。我帮你用那个怪的刷背。我不敢讲太奇怪的台词。你用触手拿干刷。靠呀，好痛！拿那个你们还有工具包吗？我工具没了，工具我只有那个子弹包而已，大家都没有。那大超也剩下1发地雷，我有封门，我有封门水楼灯。那你丢，帮我丢鞋子在这里。不是，这里哦，哪里？不是，你跟的是大超。哦，干，我以为在旁边谁在跟我讲哦。跟到一个路痴啊！你丢鞋的好了，你站在我这个角度，然后往前丢。哦，对，要躲过来，不要摔伤。你们是不是迷路了？没有，我知道路，只是这边要绕一下。可以。大招那个，你的 pistol 还是射一下比较好。丢鞋，等下丢手榴弹到底是怎么丢法？刚刚为什么？手榴弹就是你不能往下看，它是有一点点的抛物线，你丢出去之后它会闪中，所以你要丢在这里的话，哦、对，你要丢这里的话，你要稍微站在后面一点，然后往那个方向丢，它就会大概看啪出去，就是要有一点闪，蓄力聚满哦，蓄力聚满，然后丢出去，往地上丢，不要丢我，往地上丢、哦，哎呦，这大概丢这里了，等一下。在哪里啊？是哈龙抛物线。我的妈！你们都没有手榴弹。你不是说它是抛物线吗？结果我还故意往上瞄一点，好吧？不是，我就说你看着地上丢。你跟我讲抛物线，我以为它会很重往下坠这样子，结果也没有。但也可以啊。抱歉。还住。对不起，莱纳很废，莱纳不会讲话，莱纳不会做人，莱纳的错，莱纳没关系。我误会你意思。莱纳想要跳下去自杀了。他们从后面来吗？那我把机枪放这里。他们会从外面来。这样子吗？莱纳好废哦。两台放一起能量。喂。好了，来吧，我们来打吧。谁的子弹比较多？阿杰跟我的。因为我刚好帮你偷补，干，又不想再。先补一下大超好了。好啊。
缺血吗？应该没有吧，大家都很慢。没有，子弹。这个是要站两啊，站三次点的哦，是三级。我要跟我捡起来好了。那个雾道是。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我现在把那个用掉。路如果直接走，直直走的话，就是走这。老星，还是你丢荧光棒在这好了。可以。丢就是直直来的这边丢一点好了，不然太暗了。你这边再丢一个过去。对，不然等下怪来我们都看不到。我是那个。看什么？那个糖果的那个。会丢那个储物的。把储物那边的物储掉。我在丢面包屑给你们吃，给你们这群死小鸟吃。啾啾，你想聊？准备好，我就要开门了。我觉得我好废哦。没事的，我还切错枪哎。哈哈，我们这场到底怎么撑过来？我的狙击枪可以给你，就是你知道的。前方来了，可以来准备标。标什么？没有东西啊。准备啦。哦，我忘记要站点了。干。还有想说，不对啊，阿文，阿姐跟我去前面打怪。啊，真的吗？好，来，我要飙了，我要飙了，飙了，我飙了。我下去。我来站。太黑了，我上不去。还有点没扫哦，在门口。哦，还射我！完成！哇，第二波来了！赶快去标！我帮你照亮，我帮你照亮！谢，超亮，可以！你还真的有黏到怪、欸，干真的、哦，笑死！干，你这个战术不错，是我误会你。战术模糊，战略模糊。收机枪啊！我收了，我收了。短孔的。那把是我。对。刚一发的。我机枪就归零了，靠腰。这边有台电脑。电脑要找什么吗？有什么要找吗？那个洞，有怪吗？等一下，我刚刚有看到一个箱子，知道吗？等一下你看到 cargo， 绝对不要拿起来，拿起来就会触发了。知道了。干，我幻想尿尿，我要去尿尿，大家再见。好。有人在里面了吗？那。没有 cargo 911，我们要找什么？哦 ，High Set Cargo 911哈。我来楼上。没有我来。没有。楼上有，然后大超前面。好，他上前面这只岛左那个上阶梯两。W31。就这样。一二三，然后、okay. 这边有一只在那个下楼梯，对，我这里。B A， 你那个在二楼有两只。救命！我这边有两只吗？三只吧。两只。哦，好。在你旁边。对。我刚刚以为这也是一只，哦，没有尸体。他妈的，超像哎！没了，这句。看到 H 开头的东西不要拿起来啊！工具包。
我刚刚在拼，我刚刚拼了，是没有找到他，没有找到工。等一下哦，我拿看。Bring it to the extraction scan in zone 15. Resource box here. 这是什么医疗包？哦，这是你刚丢的。这边有台电脑、哦，然后这里有个使用三次的纸袋。Build a resource box here. 我不知道拿那个，对，没人回血了，看一下。我现在纸袋还有一包，只要是帮自己，帮自己补一下，然后采纳要补。好，捡这个。还谁又被间隔？有过来一包，我可以给你们那个少界茶的。我的少界茶是零。给你包。还被视为酸。好。我刚听到什么？哎、欸，那我的三包补包嘞？被我捡走了。被我干走了。哦，好，那就好。我这边有三包子弹了。好。我刚好用完。这边一台电脑，是不是有人偷补我子弹包？哦，因为这一包，干。你是不是可以跳这个电脑的头上下去、啊？应该不会受伤。屁了。死掉的人类躯体。找到了。哎、欸，这边是一个 consumable long range flashlight。好，我们要安排一下路线。既然找到了，都收完了吗？我记得刚好像还有看到一，看到一个箱子。我看到了。你有开吗？荧光棒。小的箱子。没开，对，那小箱子里面没开的、哦。这刚没开。哦，那应该就是了。好，现在这。那我看看哦。子弹的话，找到了。不要拿，不要拿，不要拿，不要拿。子弹的话，先补。它会怎么显示的、？Cargo。有啊，在这里。对。哦哦，那个就是哦。对。谁拿？老七，你补，老七，你补你自己一包子弹，补阿杰一包。大超，你的子弹还够吗？够啊。那可能要。那、啊、是谁要拿？嗯。拿的人就不要补啦、啊。没有，我们等一下会交换，因为一定会有，到最后一定子弹会不够。哦，哎、欸，阿杰一包啊，阿杰一包，你自己已经补了嘛，对不对？所以阿杰一包、哦，最后一包看。是信用对吧？小手枪。谢了。我是62%。可是阿超哥你补了，可是你第二把都没下岗。对啊，我不是我散弹枪，散弹很，就是杀伤力很少。对，一下用完，那他连发的。那不然等一下我先拿，不对，我先射好了，然后大干我拿啦，拿啦。没有，老弟，你补我一包，你补我一包。你要补哦？啊，不是，你补大超一包，干我要刮小，你补大超一包，等一下我。等一下我先射，然后射到一半换我拿，然后大超狙射这样。那要走到15区的。对，来，我们开地图，我们来安排一下。看一下地旅游路线。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在这。好，等一下呢，这边走出来有没有？走出来。走出来这边会有一个下来，然后左转直走就可以过去的。然后直走到这边之后呢，这边会绕一圈。我觉得绕那个这里它分上下。对，但我记得左边会比较，哎、
等一下，我们十五区在哪？哦，靠边在右边哦。哦，那再走这就好了。对，那就走。可是右边开头是在这。对，我们要回到这边站点。这边要走一下，你看。对，这一条路都要通通不通。不能沿着墙壁，沿着墙壁会往下走。哦，你中间要直直的走，这样过来。哦，直直的走过来。然后到这边的话，我记得贴墙就可以过来。对，贴墙就可以过来。好。大家理解了吗？试走一下吧，试走一下吧。好，我们来试走一下。那楼梯只要……还是有人有那个荧光棒可以沿路丢的。来来来，跟着我走。荧光棒一下就没了。真的哦，会消失了，那算了。我们来走一次。就是一开始我们先下来，然后楼梯直线走，这边继续直线走。靠左，不对，靠右边走。下来，下去，继续下去，然后下去之后左转，左边这边的楼梯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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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直走，直走，直走，再直走，左转。啊！我还没下去呢，快！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后面，后面，三只。都忘光。突然会重生就对了。还有一只在远程。还有两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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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还有没有我在这给你评估。来来来，你们跟我走边这边，贴右边之后，贴着右边，看到这个箱子之后左转。看到箱子左转。好看，走上来再贴右，然后进。对，然后这边走到底就是脱离点。OK， 这边就是脱离点。这边直直冲就好了。对。按住 shift 可以跑步哦。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就把机箱放这边啊、欸。我觉得刚刚的大地图我放在那边，大地图那边我放一个，然后阿杰尾巴这边给你放好了。我点的地方讲一下放，放大仓那边吗？因为我不确定要不要手点，所以因为之前是不用。哦、有一个是不用，但有一个是要，所以我不是很确定。面里面还没有外面。大仓你觉得嘞？我觉得从这里往外啊，从这里往外嘛，好，这样子、啊。我先去尿尿，紧张。所以我们等一下跑到这里就已经很猛了，好不好？前面用火力，后面用机枪。听到蠕动的声音。没错，那好可怕！刚刚妈的一出来直接唰塞，直接开了两枪散弹。靠！还有东西可以捡吗？我身上是空，那个补给包的那个空位是空的，不过才等一下没，应该没了。大超。有四包补包，你一包先去补老金好了，没完溢出没关系，一包先去补老金。喂，还有啊？嗯，什么音乐？什么音乐？哎、欸，触发嘞！哎、欸，我们要走嘞，触发嘞！我没有拿，但他触发嘞，上小。你们拿了、哦？不是，我没有拿，但他刚刚就触发了，快走！快走了，走了。快！好，我走了，告你好，回来了。Cover 我！哎呦！下楼梯，下楼梯。下去，直接走了。快冲我前面，冲我前面！拿枪啊！谁拿锤子来？拿枪！拿枪！还跑脱呢？哈哈！哎，有重，后面有重生快，后面有重生快，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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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好，可以走，你们可以走，可以走了。后面的阿杰跟那个大招，老青上来哦，老青走错边哦。好，我走错边了，没有错。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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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来了来了，有没有还要补包的？有人有补血的吗？帮我回一个。在大招那里，应该是可以的。老青啊，你还好吗？我还活着。走这里就好了吧。好，我去救老青，你们我来了，不用、啊，我来了，我走对路了。快，我们站点，要站点，五包赶快补老青。不用，我还很满。大兵呢？对，白色位移。老青飙一下怪。没有他，他们都被我的白色位移走。靠飞。我再飙一下。右边有一只。哦，你就拿出来再去飙。对，不行，而且他有那个五秒还是五秒忘了，耶、yes! 过了，哇、哦，打了一个小时，在后面风筝，看老金真的很会，你把大部分人都赢走了。尴尬完没有就回来触发，倒霉。对，他妈的，他很傻小，我刚没有拿，我就看你在旁边，我只是蹲在你旁边而已。哎、欸，拿了两个新 booster。倒霉。我先忙。辛苦了。那我先休息。哦，真懂。被翘辫子。还不错，至少赢了一场。OK, I'm back。哎、欸啊，老金怎么了？你说要休息一下。休息。好嘞。大家要散了吗？嗯。我。干什么？感觉像在玩真正的恐怖游戏一样。他不是吗？他不是吗？对吧？哦，对，他好像就是白血。肉包让我看看魔物猎人的创角画面。创角画面。对啊。好啊。有什么东西可以选？男女而已。啊，只能选男女哦。是。不能选职业哦。没有职业这个东西，创角、啊、没有，他的武器是你可以制作，就是他没有职业，他是拿武器跟装备。然后你今天想，假如说你想要拿大剑，你就拿大剑。然后如果你随时想换，你就再额外去打魔物，然后制作可能长枪啊、长弓啊、弩啊的素材，拿到之后就可以做了。啊，换武器需要什么熟练度之类的？没有熟练度，只有你打到要不要去，只有你要去额外收集素材这样。那你可以身上带很多把武器随时换吗？Hello， 嗯，给你看一下创角画面。好像有职业可以选。没有职业，他是没有职业的。职业就是猎人。那没有职业可以选，你练两只干嘛？男女啊。哦，好，是有差你。有差。